再来说说下面的新闻啊。嗯，对于这个老司机来说啊，他们开车的优势就是经验丰富，处变不惊。没错啊，前不久在澳洲一条公路上，有一辆卡车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，径直撞上了前面一辆小客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个卡车司机突然是猛打方向盘，最后呢从两辆车的中间穿过去，避免了险情。感谢老司机。